虽然说是我压塔，只不过晃魔速度比较快。我要浓 Q， 最好耗，所以耗魔会比较可怕一点。现在才加八。你在干我？再来啊！再躲，很会躲。看你在干我？空一，浪费一个点啊！先。我要先出黑魔镜苏尔利比，出完以后我再出血吧。下路是达瑞跟船维修啊。哇！懒得看士兵的伤害。干！哇，判断错误。现在就知影，他吃我那一招，不可能，还平安无事。我在身边那个毒丸兵还给我踩后，我觉得先第一个先跟他起争议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很不想冲。我刚按错键，我按到闪现。
你们应该知道，我这两个按键跟你们按键不一样，所以按错了行吗？所以按错是，我是最怕行吗？一不注意就消失不见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有心，我有其他方法。妈的，我该踩了。哇，要被毒死啊！哇，提莫为什么死？对啊，提莫为什么三十了？买个真眼，然后去扫描。你太早冲出来了，题目要扫眼，然后又会让自己没有虚空啊。你们为什么要一直去对付提摩？你们为何要跑去对付提摩？
提莫不中哦，很重要很重要。煞前说说话，提莫很重要，不过会有危险。哇！皆有另外一招可以躲我的鱼比较强。我操！要死啦！哎、欸，你们真的很爱每次就是要跑来中午跟我起争议哦。每次都跑来中路跟我起争议，我中路新手呢，我只打不到四个礼拜呢。我别追，追了会嫌麻烦。给你回啊，但是我没杀。反正顶多我能推他。我还可以弄我。大哥，你这样失踪搞得我怕怕的呢。啪啪的没，为什么我们到底是哪里被送很多的塔？上路那大哥，你别自耳冲啊！我操！我恨小兵。我操！What are you doing？ 哦。陀刚好给我开技能，要跟我起争议是不是？来啊！我不怕你，我可是争议哥。我靠！